A 一下 ，E A， 再 A， 吃药，饱了。感谢七舅老爷，谢谢社会小词儿哥。 我们已经没药了，他也没药了，我们就只能就是试试看，你知道吧？刚才这波也不知道谁他妈给我点个信号，那螳螂没搁上路，你给我点什么信号？瞎发什么玩意儿呢？精神病是吧？能不能看好自己？我操了，这波我不用跟他换呢。 下次能不能别点信号？你玩好你自己的行不行？还你是点的，我以为那螳螂来了呢，你知道吧？他啪给我点个信号，我说这武器大师正好找我拼，那算了，这波我自己给他换了吧。然后人家没在这儿，兄弟，你那叫不灭。 你跟我征服者打，这波我没留意，我还真是有点虚，你知道吗？这波应该是玩完了 ，Q 一没出来 ，Q 一波换他一波，W浇早了，没浇早。我不能吃他减速，你知道吧？我放 W 让那个螳螂打我的假猴，可以不吃减速。 俺们家这德莱文有点无敌了呀，五个人头了。中午吃的啥？锅包肉，呛连白。 我是真他妈是给你点面子，我就发现了，跑了。我有鞋，他没鞋，他跑的比我快。 这英雄确实挺烦人的，他有意义不好杀。下波再说吧，这波先这个样子。怎么出呢？来把长剑吧。
这个卖了，来个红宝石，提升血量的同时提升一下我们的攻击力。来跑了，你不挺能跑的吗？啊，你不挺能跑的吗？你不挺能亮牌的吗？怎么没跑了呢？不应该呀，你不挺能跑的吗？闪现呢？回家了吧？你这有病是吧？不回去补刀了？德莱文是不无敌了，742，那742的德莱文怎么能才这装备呢？怎么连个那啥都没有啊？连个魔宗都没有。哎呀，还好。找你去了啊！这波快点推！你也打不过人家，我上野去找一波的藏了，把跳弹打了，看看石头人有没有啊？石头人没有。那就是没有了，回上路吧。叫大不杀，杀不了。最好这波螳螂能过来，打你一下。这波他没大没义，我们就可以上了。呀，乌鸦也无敌了。哎呀，咱们家的下路行啊，你不挺能亮牌的吗？注意点，这波他可能要传送啊。跑了，叫 W 叫 E。不交，交不交，交不交，交不交？爬不能往上走，怎么有点盐呢？啊，怎么带点盐呢？
送塔送不了，他有 E， 你怎么送啊？先来个小耀光，他不能跟我打，他指定就是跑，他见着我的第一时间就是跑。啊，这不挺能跑的吗？逃跑技术一流啊，小伙子，这一手死亡闪现还是可以的。给你个爱，无影棍的实际意义并不大，知道吧？其实没什么用。就是瞅着好看点。救命啊，兄弟！给我杀！人有点多，没有施法动作没用，没用，你知道吧？你直接扣或者是扣 S， 它都是就是得出手，不会说扣 S 直接接个平 A， 这接不出来。我们三项了，下路收兵吧。真的，那德莱文来了，乌鸦咋没来呢 ？AD 来辅助不来？中路团一波，可以干。好意，哎呀，出俩不假跟我。你跑什么玩意儿了呢？你有什么好跑的呢？就像你好像打不过我似的，不跑是不打过了，就知道跑。什么玩意儿呢？谁比如我？谁比如我？出来，出来！你大爷的，比如我！哟，这怎么会死的呢？怎么会同归于尽了呢？先来个皮孩啊，再来把长剑。你感冒了，猴哥。感冒了，要不然怎么迟到了呢？没感冒肯定是不会迟到的嘛。关键天太冷了，你知道吗？这么冷的天儿，屋里边就17度，你这屋里边17度，冻死个人。不过这也比那个，比那南方好了，好一点了。我这波其实不应该死，我那阵去安徽就冬天去的，哎呦我天哪，那都结冰了呢。
屋里边都要结冰了。那给我冻住了。踢小兵了，哎，这银马有点昨天那个大乌龟那银马的味儿了。没有地暖，没有，还要地暖，哪有那玩意儿了？早上起来，我搁那厕所里边，我一哈，呼，冒气儿的都是。武器373，我们打个蓝。哎呀，这把不知道能不能杀到八个呀 ？MVP 感觉应该是没了。那德莱文杀了16个，不给这小辅助还要东西，我操了，太鸡巴人了！你不要以为你杀了八个人，你就有点狠，我就能让着你。你这些兵怎么的？你不得给我补啊？你不得有清兵规则呀？这武器大师这个英雄确实行，这个提亚马特居然都没打死，我是没想到的，真肉啊。跟我比肉是吧？出肉装是吧？你们家全 AD 的，你出个冰心哟，好，我诱死你，我也不出死亡之舞了，我不要了，好吧？比谁诱吗？不是，行，喜欢出诱是吧？我也出诱装，我耗死你，我出反甲，出完反甲出冰心，出完冰心出蓝盾，出完蓝盾出板甲，看看咱俩谁优。跟我比优，把大龙打了。大哥，你倒是拿两个头啊，看运气吧。这也拿不到啊，那怎么办呢？尽力而为吧。武器大师找到他，挨打呗，小傻子，有没有人？快点过来！没有人，我回去了。还是出死亡之舞好一点，你知道吗？他有魔法伤害，俺们没有魔法伤害，你知道吗？俺们跟他打出右装不合适。
一技能是，那我们一技能几秒吸地呢？